打瞎子。国外那么多励志片，为啥侵略性那么强呢？励志是给自己人看的，侵略是侵略别的人，这也不冲突啊。藐视诺克萨斯的局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，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又是一把菜刀队。没事，不要让卡丁起来就好了。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全军出击。为了父王。杰很好打卡拉丁的啊，到三了，可以抓一下。让他死，你别死，他这个血量跑不了的。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诺手杀了。深思去河道，一头插起来，来喝药，拽一下他死了。你再拽一个寂寞，他往上，我往下。打得漂亮呀，蛮仔。这惩戒留一下还可以吃下线，但是下路被压线了，不好捡。没事，我们中也有线权在，先给他拼个信号。要死了，没办法，这个杰太克卡拉丁了。他闪现是不是撞墙了？应该是，我看他这冷却是干胶的。来下了。
勇士长存。有眼，杀火呢？打个闪也可以。这个兵差了一点点，早点到位，我先秒一个，我就追着一得走了。兄弟姐妹们，这最后一个兵经验好像被色提分到了，导致要再吃了一个。这兵刚才如果是单吃的话，应该够了。我刚才这波应该是 EQ 空中刚好升六级，然后点个大招，空中一个盖过去 ，ace 火弹追着一得走。这个线这么长的话，一得是走不了的。我们提阿玛特跟技能都是 AOE 啊。德玛西亚，勇士长存。把我蓝偷了。再回家，顺的话就先买提亚马特，再补铁刺鞭，不顺就直接铁刺鞭就好了，这样能保证你的刷野效率啊。先锋怎么可能能打呢？打一半他出来就把你收掉了，回完家出来再打，这是最稳的。没眼泪又不是我们的问题，是线上炸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导致对面比较肥，就差一点点伤害，眼泪反而拖节奏了。不代表出装有问题，只是有时候线上劣势太大了，就变成团队优势了，不是就变成团队劣势了。
八级剑魔。真的很想杀呀！可以，他知道他要来搞我，一球差起来了，摔一下死了。这剑魔太贪了，他玩的这么弱，怎么不加强一下？搞不懂，这版本不是刚好加强了呀？再想到 W 出半肉。打法还可以，再等下个版本这打法会更强一点，等那个新装备啊。至于吧，这两个人神经病，这是，我都要回家了，刚好顺路。我这把也没怎么抓这两个人呀。请的演员吗？对，上把那环子也是我请的，我让他掉线的。我都搞不懂武打是跟我有屁关系的，是我让他掉的吗？我也没让他掉啊，他是我的对手又不是我的队友。我都不知道这弹幕一波有小耗子那边带着肉鸽子。龙我也打了，我伤害也比对面高了，他死了，赢了还要挨骂，拉的龙伤害比对面高也要挨骂啊！你真不要脸，我打四赢了，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没办法啊，你骂了这种这种无理由的骂肯定会被封的呀，嘴巴贱，你有说话的权利，别人也有封你的权利，不行，你就是有问题，我被封了，我还要再开个小号再来骂你，贱不贱呐？直接回家了啊。我这野区一打二我也没劣势，打不过进了，他是不是空了一个技能？他打不过我挂红尘，优势没这么大，不能这么打剑魔啊！房子打剑魔有点费劲，
负重伤也不好打，这两个数值就不是一个英雄，他技能比你多，还能打断你，伤害比你高，续航能力还比你强。团子只是强在可以打团开团上面，知道吧？打团会稍微厉害一点，可以，哎，其他就跟剑魔没得比了。他还打到了，你怎么这么能跑？二一下我，我这 EQ 回来，一样的。什么意思？还有段二，预判一下。我发现这些玩这种强势英雄的都瞧不起皇子这英雄啊！我发现了，从这就可以体现出来这个皇子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啊，太弱了，打架就这些一个人一个个都没把你当人看，你知道吧？不把你这个英雄当正常英雄看的。主要皇子这版本确实太弱了，所以大家才会有这种印象。哎，不过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来啊，主播有多强。那这么劣势的英雄还能打出这种效果啊？版本英雄玩的厉害正常，非版本英雄，而且还是版本之渊的英雄，这个玩的厉害就不得了了，不能走输出现在，主要走输出没法一打起啊，现在走半楼可以一打起，等下个版本的话，先玩一下来。如果那个破坏者这个不再削的话，对于皇子来讲是加强，还有那件新装备很适合一v几，就那个外塔破坏者，再加上这个版本皇子的护盾加成，因为那外塔破坏者的话，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啊，你打对面 几个人，你身边没队友，给你加双抗，血量又高，还有攻击力，这样的话你的护盾性价比就高啊。他被我打黑切加 Q 了，减了一半的护甲，兄弟你在干嘛？别怕呀，我都打了几个 EQ 了啊，有人计算一下吗？他怎么左一下右一下的 ？EQ 再起来，有我在的。这个二没打到瞎子，就你妈的离谱！我都没想着 A 这个瞎子能框进来了，但是没伤害这波。这个二应该是一个瞬秒瞎子，跟他满城征服者这个大应该是一个600点，加上我这个提亚马特 A 的 AOE 应该可以打700点。刚才这个瞎子二死了，应该可以全杀掉，杀了他再打一个凯旋，然后战斧再吸一口就有了。他这皇子二的机制有时候就这样子，一般正常来讲的话只要在框里面都有伤害，但有时候就是没伤害，你这个框还能被躲了， EQ 还能被躲了，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英雄比较偏弱的原因。刚才那个二有伤害的话应该是三杀了，
这有啥好回放的，那个血量一看就没掉血， EZ 开治疗都得死。魔切快有了，这火狼竟然没过来，不应该啊，不符合他的性子呀。魔切马上有了，不行，这火狼打我太痛了，这深渊面具挺好用的，自己加伤害，队友也能加伤害，带控的英雄战士或者坦克英雄都可以买啊。刚好我们需要一点点魔抗，这么出装发育非常快啊，正常情况下你队友搬个两波自己能打得过的，短了一点点，怎么干半天没伤害的兄弟，我都准备好 EQ 杀他了，这波吃了4300，我2600的血，护盾的伤害是不显示的，所以他掉的是纯血量，也就是说我们这波的话是吸了1600，你护盾的伤害他是没有计算到这里面去的，但是我好像买这个的话又少一个这个护甲又不够这样的，没事，待会儿最后再把鞋子改了就好。先来个巨酒吧，这个巨酒伤害加的也蛮多的，你看到没有，一剑多加了40点攻击力差不多，主要他的伤害跟加的攻击力有受生命值影响，有这个战斧加黑切的话血已经挺多的了。环子出魔切的话收益还是比较低，相对于凯隐来讲，所以只有很顺的情况下可以买，主要这件装备是一件超模装备啊，
他加的攻击力就值这2000多块钱，其他东西都是白送给你的。德玛西亚永世长存，这会儿加了80点，八十点什么概念呢？我记得等于2把暴风大剑了吧。他怎么现在大剑装备这么少吧？我先记得以前大剑装备合的蛮多的。对，这就2600了，光攻击力就能值回票价了。什么狼其他的附带伤害都是白送你。剑门没大了，打了700还可以。知道先买G9不是，但问题是黑切先买对于皇子来讲比G9好用多了。你要他的 CD 跟穿甲，特别是 CD， 不太需要那个 A 一下多那一层，你这个 EQA 提亚马特 A 已经满了，可以卖掉再撤回吗？这黑切对于皇子来讲肯定要先买，不然你就打仗你就打不过，知道吧？有时候可能就差那点伤害，就差那点 CD， 多打一个技能出来。强行 EQ 撤回了也可以享受是吗？等一下我试一下呢，我回家把这个黑切给他卖一下。那我叠一下了，这样的话双抗将近200点，4000血，G9加70点攻击，攻击力魔切加80点，你攻击力将近400点，这就很离谱了。然后再 EQ 击飞还有加伤害，这些装备都是超魔装备这样子。你怎么敢追我呢？我不是很能看得懂这些人啊。哇，吸起来了，瞎子过来了，主要是这波吃了7400的伤害还不算盾。主要这套装备有一点不好，就是没重伤，知道吧？这波深渊面具打了1000，看到没有？这波魔切的话多打了，前面打了1400，打了700，这G9也打了1500，妈的，这些装备给我提高好多伤害，看到没有？全是伤害，这些装备都是相辅相成的。这深渊面具多打了1000伤害，你只要打控制的话，你就能提升15%的伤害，带了一个强攻这样子。
所以 面具挺香的。现在玩这种战士或者坦克，如果有空的情况下啊，你缺魔抗可以买这个深渊。这套出装性价比就特别高，要是打菜刀队就更好了。打菜刀队的话，我就可以不用买深渊，就可以买个炼具了。等卡拉丁过来吃蓝，这个英雄有点缺蓝，他一定会过来的，只是时间的问题啊。我看他往这边走的，还不来，交啊！哦，二交了，他死了。还好吧，就一个剑魔而已，这剑魔也不是很肥，不太需要刻意去针对他。你想一下，一件坦装给你加了快70点攻击力，是什么概念？你懂不懂？这也是一件超魔装备，你堆起来的话，我们就算它是一把十字镐加暴风大剑，十字镐加暴风大剑就已经价值2200了。500点生命值的话，等于腰带加红水晶，这又是1300，2200加个1300，这就是3500了。他的其他的什么附带伤害都是白送你的，而且他只要3300，面板属性就价值3500，知道吧？而且还没有算别的情况下，魔切也是这样的。这样的出装的话，就性价比特别高啊。再来个钢铁合击，再加一下血，而且我们护盾也是想享受这个生命值加成，所以堆生命值比较好。下版本那个装备出来就更好了。这套打法有个弊端，就是双砍比较低。下版本那个新装备，那个外甲破坏者可以给你加大量的双砍，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想着去买双砍了。所以这套打法下版本会更强，可以先去练一下。老皇子应该不需要练，像我都没练，今天杀了一天都是这样的。我今天一星都没过了，来个半卡抽百吧。就抽5分钟好吧。看有人在问了啊，这个集结令抽百也就是半卡啊，可以折现的啊，有兴趣可以参与一下啊。这我加7点攻击力了，刚才废墟合计到了少了2点。还有最后4分钟开奖，先给火男秒了，一套带走。一颗在插手，战斧吸了，这边全盯着我打，这波吃了5000。没用啊，我伤害打出来了就吃伤害了。哇，我这都能打我2000吗？我这火男都秒了还能炸我2000，太假了。这火男这个英雄是这个样子的。这火男辅助是有点恶心的。看到没有，伤害又高。